下他工作室状态下怎么样，可以说这个中盘呢，那个马哈维的这个中盘呢，那么首先呢，那么就是说第一步啊，我们先要去下载一个镜像啊，先下载镜像或者先下载这个软件都可以了。镜像那么在哪里找呢？就说你可以到这个黑果小苹果这里去找啊，下载它的这个，下载它的这个镜像，下最新版本的是14.15啊，这个镜像。然后的话，在这个后面呢，就在这里边。在这里下载，或者呢，你通过这个网站啊，这个网站它也有啊，就是这个，也可以下载到啊，也可以下载到。然后的话，我自己制作的这个，我看要不要。装在网盘里面，我自己制作的这个你烧录之后呢，你得就是说把这个，你得把这个啊装到你的这个另外一个 U 盘的分区里面啊，得用那个分区软件啊装到你的这个 U 盘的另外一个分区里面。他是做的这个，就直接就烧录完之后就不用再干别的事情了，就直接就可以弄。这个的话我没用过，我不知道。好，然后的话镜像有了，然后就下载这个软件啊，下载这个软件之后呢，那么就说啊，你也可以就说到时候在那个 U 网盘里面下载啊，因为我会把它放在网盘里面啊，因为这个上里面就已经有这个软件了，然后就点开这个软件，然后你要把 U 盘插到你的电脑上面啊。然后的话，这里啊，就是加在你的镜像文件，比如我这一个啊。然后，如果你只插了一个 U 盘的话，那么这里就不用选啊。如果你插多个 U 盘的话，这里就要选择一下你的 U 盘。然后点这一个啊，点完之后，它就会自动帮你写啊。然后它会就是反正也会有一点慢啊，会有一点慢。然后就写完之后呢，那么在电脑里面是看不到这个 U 盘的，像我这个就已经写完了，在电脑里面看不到这个 U 盘，它还时不时的跳出来让你格式化啊，说没有格式化的啊，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格式化啊，你格式化就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格式化就没有了，因为我这个已经做好了，那我就不再错了。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 Windows 下制作这个 U 盘启动的这么一段流程。